锦州的南山公园，这个公园是免费的。看看前面，它这个是一块很大很大的一个大石头。这个公园是在太和区，离锦州站是5公里，坐公交车就能来。今天外面也挺热的呀。这座山不高啊，我一般爬山，不管爬哪座山，我都会把它爬到最上面。现在外面天气非常热呀，我们已经快到这个山顶了。这个山本身就不高，外边太热了。嵩山赋，南山丘，我们去南山丘吧。我们已经到了，这个就是这座山的最高处了。爬山最适合秋天，现在夏天太热了。山不高，但是看得挺远呢，前面应该就是锦州市。因为这边离那个车站比较远嘛，这好像是属于郊区了。山顶上就一个这个，应该是一个广场。现在我们再从这个路原路返回吧，爬这山的人不多，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。我一般爬山，我必须给它爬到最山顶上面，不能半途而废呀。现在往山下走了，还有几个地方我就不去了，太热了。这山上虫子还多。看一下，我上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最高处。这就是山门这个位置，就是到这边那个车比较少。就拍到这里了，太热了，这外边啊。